小童啊，嗯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在外面找了个活儿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让你找活干，你怎么又……小童，你别着急，不是什么重活儿，就是在人家里啊陪人老人家说说话、聊聊天儿。人也是宁昌的，家里孩子都忙，都照顾不过来。我呢就陪人陪老人家，什么端个水啊，什么那个递个东西，出去晒晒太阳，不是什么重活啊。正好我也可以出去锻炼锻炼。你看我这腰不好，老坐着吧也不舒服，出去这么走走，活动一下，哎，也是好事儿啊。爷，我看你还是先别干活了，咱家不有我的吗？这我也算咱家壮劳力啊。刚子，我出去啊不是为了赚这几个钱，我是不愿意在家闲着。那你可跟我保证，绝对不能让你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意外。这我知道，我要生了病还得去看病花钱，我赚的这点钱还不够付医药费的，这个账我还是算得过来的。那好吧。阿姨，你一定要自己注意啊。没事。妈，你在哪儿找的这活？啊，就是你陶阿姨介绍的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呀，阿姨给我写过好多好多的歌，我把我最爱唱的一首唱给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你唱。我正好在家切磋一下。我起来给你唱唱，我爱小心，小心爱我，我爱小心，小心。叫赵晨宇，咚咚咚咚，我爱杜小诗。晨宇，你下面掉下个什么来啊？哦，鞋子是吗？为什么我唱，人家叫我扔鞋子，为什么他唱就好听？不公平，我反对。OK， 反对无效。我就是爱他，就是爱他，就是爱他，就是爱他。小心。你为什么不爱我啊？爱情没有为什么。我比他。我比他早20多年认识你。爱情也没有先来后到。干杯！给我一杯敌敌畏，还我一生伤悲。我要喝你这个。我要喝你的那个。
阿姨，你怎么不在这儿？他是我妈请的小时工，啊，你一会儿把这打扫打扫就行了。再不给你喝酒了，头好疼啊。赵警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们邻居，以前的老邻居，发小。这世界可真小啊！是是是，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认识。以后啊，别喝那么多酒，小心又是个女孩，喝那么多酒不好。是是是，还是不因为她昨天心情不太好，所以。他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没什么大事。哎，我帮您一起收拾。哎，我来，我来吧。不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一起，我来，我来。陈宇呢？啊，去倒垃圾去了。小心啊，行吗？可以了，你走吧。啊，你妈说再让我给你做顿饭去。你别坐了啊！一会儿我们出去吃。啊，要不我给你煮点解酒汤吧？你不说头疼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小心啊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啊？没。那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，凡事啊都得想开点，往前看啊！你为什么大把门带上？要走了吗，阿姨？啊。哎，陈宇啊，哎，千万别告诉小童我在这儿做钟点工，他还以为我在敬老院陪老人聊天呢。他要知道这事儿，肯定不让我干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能赚点是一点，这样小童接上担子会轻点啊。我明白，阿姨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跟他说的。好。啊。那我走了啊。好的，好，再见，阿姨。陈宇啊，你和小信是不是男女朋友啊？哎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我已经对你很尊重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对不起，我就是随便问一句。你一来这儿就问东问西的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让我妈换人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我再也不问了。那我就走了啊，我明天再来。明天来。慢走，阿姨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再见，再见。大小姐脾气，我真是服了她了。哎，你说她是不是我妈派来监视我的？知道她是谁吗？说出来吓死你。她是陆童的妈妈。其实陆童他们家条件挺差，家里还有一个特别不争气的弟弟。所以他是你妈妈派来当卧底的可能性不大。不是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刚才你下楼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站在那儿看着我，一会儿说要给你弄点解酒的药啊，一会儿说又给我讲讲道理啊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陆童跟你的年龄差不多，妈妈肯定是把你当女儿了，所以跟你说话有些语重心长的，挺好啊。来这里当钟点工的事情，陆童不知道。所以，如果万一你有机会见到陆童的话，不许告诉他。我可不敢瞎说。哎，如果他真的不是我妈派来监视我的，我倒是可以和他和平相处的。喂，你今天去小新那儿了吗？啊，去了，去了。我刚收拾完了出来，就他一个人在家吧？嗯。喂，说话啊。还有，赵警官也在。你说是陈宇吗？是。他在那过夜了吗？可能吧。知道了。喂。
你怎么有我这儿钥匙啊？妈，你找什么呢？妈，我就不能配把钥匙啊？不是，我以为坏人进来了，吓了我一跳。跟妈说心里话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和陈宇？那个钟点工是你派来监视我的吧？回答我问题。是是是是是，你满意了吧？你的眼线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？我和陈宇昨天一起喝醉了，而且还一起过了夜，明知故问。你，我当初怎么能答应你搬出来住呢？你这都是干了些什么呀？你干了什么呀？你说你干什么了？跟我回家，走。我不回。我当了你的乖乖女都当了20多年了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意思。跟我回家，走。我不回，我不回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我看你今天晚上一整晚都没怎么说话，是不是您工作太累了？要不然你还是别出去上班了，你这么整天跑来跑去的，对你这腰也不好。小彤啊，嗯，妈妈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。我进屋躺会儿，你忙你的啊。怎么样，够气派吧？这哪来的车呀？我们公司老板的车，以后这车就我开了，我可以天天接你上班。这样不好吧？万一被你们老板知道了，不好。没事，老板出差了，他现在在上海呢。再说他有事他给我打电话，你看，公司给我配的新手机。你们老板这么器重你，你可得好好干啊。哎呦，这车可真漂亮啊。一会儿我送完小彤上班回来，我就接你。你想去哪儿，我都带你去。我可坐不了这车，晕。刚子哥，你别开着你们老板的车瞎跑了，这样不好。没事的。你听我的，赶快把车开回去。我呀，坐公共汽车很快的。小彤，我知道你是对我好，心意我领了，车我就不坐了，赶快开回去啊。我这绕一大圈来过来接你的。那你就再绕一个圈开回去呗。我这上班要迟到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妈，我先走了。小彤，哎，你说他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这么犟？啊，刚子，要不你带我兜一圈？好啊，走去，这车可舒服了。我真没坐过这种车。坐好一样。李爷，哎，舒服吧？慢点，慢点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在晕车？哎，那我慢点。李爷，这还是小车舒服啊。嗯，这车真不错。你刚坐不太习惯，经常坐就好了。哎，李爷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也买一辆，我就天天拉着你，你想去哪儿我都带你去。好。哎，刚子。哎，小童啊。心里有你，所以啊，你得长进啊。你有出息了，李才放心把小童交给你。最近，小童真是不容易，他那么辛苦，我都帮不上他的忙。现在好了，你来了，小童身上担子，你也可以帮他扛一扛，我就安心了。李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你就放心把这家交给我。我呀，以后一定不会让你跟小彤受一点委屈的。好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昨天好好跟你妈妈解释，今天不就不用这么破费了吗？
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行不行啊？好好看看这个。包起来吧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妈妈昨天居然怀疑我在跟你谈恋爱，我真是太有面子了。心里可美了。哎呀，陈宇啊，你看你最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为了补偿你一下呢，我跟你谈一天恋爱怎么样？谈一天恋爱？嗯。真的？嗯。怎么谈？你看啊，你刚才陪我买了东西吧？然后呢，你再送我去上班。然后呢，你再买一大束玫瑰花来接我下班。可以。好。然后再送我回家。嗯。哎呀，为了不让我父母产生更多的误会呢，你就不要出现在他们面前了。嗯。临睡之前再打个电话互动我来。就这样。成交。你这批货还没有到。啊，半个月吧。好，我们再通知你。拜拜。请进。陈总，这是您要的治疗仪的资料，已经校对过了。我打印了十份，明天会议用。资料室也留了存档。谁让你把这资料送进来的？我说我要治疗仪的资料了吗？是西西。是我请你来工作，还是他请你？你到底为谁工作？是你请我来的，我为公司工作。你跟你妈妈吵架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你和你妈妈吵架吗？我不跟我妈妈吵架，吵架容易伤感情。是啊。而且，妈妈是我最亲的人，我不忍心让她难过。反正只要她高兴，怎么样都行。杜小心。杜小心，杜小心，你还愿意回到我的身边吗？小心，你还愿意回到我的身边吗？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，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，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。在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就那样静静地消失，没了音乐的灵感，没了眼泪，没了生命，也没了爱情。此时当我又见到你，我的心感到狂喜，有了音乐的灵感，有了眼泪，有了生命，也有了爱情。我的南国小公主，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
一下。不想叫的，公共场所禁止大声喧哗。你的花不送给我了？你那个花比我的多，而且比我这个有品位，放多沉。我花粉过敏。对不起。干嘛说这种话？搞得那么严肃，真是讨厌。你没什么对不起我，真的。陈宇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哥哥，永远都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，再见。你永远都记着，你有一备胎。客气什么？拜拜。哦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是大排档，又不是你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哎，你今天打扮得挺特别的呀。你这么心事重重的在这儿买醉，你是为了杜小心呢，还是为了杜小心，还是为了杜小心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。哎，看这一堆酒瓶就知道了。很多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，还有一个像你这样喝得半醉的主人公。对，我承认我失恋了。失恋？小新跟华月又和好了，所以我失恋了。我要纠正你一下，你这个不叫失恋，叫暗恋失败。你不至于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吧？好，行，可以。我自作多情了，好吧？我自作多情。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小新，从小到大，小新是我唯一一个喜欢的。只要我看见他笑，我就特开心；只要看他一皱眉头，心里就发紧。我真小的时候，胆特别小，远的好多男孩都不跟我玩。小新是唯一一个没有，所以后来我当警察就是为了答应着小新，因为小新不喜欢胆小。
小七，你长大之后就嫁给我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不喜欢胆小的人。我现在早就想好了，长大要嫁给警察叔叔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警察叔叔可以抓坏蛋。那我长大之后就要当警察。原来你们还有这么一段荡气回肠的前世啊。忒幼稚吧，小时候的事儿谁当真啊？不会啊，听着挺让人感动的。不过呢，很难想象你是这么一个痴情的人啊。你特想笑我是吗？你想笑我，你已经憋了半天了，你笑呗，憋着干嘛？累不累啊？笑。哎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我真的觉得你不应该放弃啊。是吗？其实你知道有一些事情憋在心里了就没成功，真难受。但是刚刚好像讲出来，就觉得没什么，无所谓，没什么。本来就是，爱情这件事啊，你把它看得重呢，它就重如泰山；你把它看得轻呢，它就轻如鸿毛。别跟我提爱情，老板，给我来二斤爱情，打包喂狗。爸，看看好看吗？爸，呀，好看了。你妈呀，戴什么都好看。还是我女儿了解我，知道什么最适合我。哎，这下可高兴了吧？我可高兴不起来呀。怎么了？怎么就有你妈的礼物，没爸爸的礼物啊？啊，看来我得向你妈好好学习学习。隔三差五的，我也折腾折腾。行了，你。哎呦，老爹吃醋了吧？啊，你偏心眼儿，我怎么能不吃醋呢？哪有啊？咱们家醋在哪儿啊？我去喝点醋去。跟你妈好好聊聊。小心。昨天都怪妈妈，对不起妈。妈，怎么你能跟我说对不起呢？明明是我错了，我昨天就是一时冲动。别生气啊。我回来以后啊，我就反省我自己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想通了，我是害怕。怕什么呀？我怕失去你。妈，我是你女儿，你怎么会失去我呢？我看着你一天天长大，不再是那个一哭鼻子就喊妈妈的小心了。可妈妈已经习惯了什么都替你做主，生怕你出一点错。我现在还不习惯你在我身边。你爸爸说的对，我这叫中年空巢期，习惯了就好。妈，我错了，别生我气。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刚刚说了一个秘密给你，你也得说一个秘密给我听，这样我们就公平了，懂吗？凭什么呀？什么凭什么？我又没逼你，你自己说的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什么？我刚刚自己说的吗？对呀。我。你自己说的，我没有逼你。行，好，就算是我自己说的，那也是你诱供的。啊，那好，现在该我逼供了，你说一个给我听，好不好？那你别怪我杀人灭口，我可厉害了，告诉你，可狠了。说一个，我想一想好不好？
让我想一想。好，你想，你想。让我想一想。你说。我呢？其实我没有什么秘密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你有没有暗恋过他？喜欢的人，有啊。你看，他喜欢你吗？喜欢。你这是喜剧。他也喜欢你，比我的好。我们分开十多年了，最近才又见面的。可能是分开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很难把现在的这个他跟我小时候喜欢的那个他联系到一块儿，总觉得哪儿不一样了。没听懂。就是吧，他小的时候对我特好，他是我的保护神。现在呢，他对我也很好，可是我吧，嗨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你看吧，他现在就喜欢买彩票，想着中大奖，然后还开着他老板的车，带我出去兜风。哎，你故意在气我，你故意在气我。哎呦，没有，你听我说啊。你说你说。其实我知道，他这都是对我好。可是呢，我不喜欢他这样。这些很重要吗？他喜欢你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。也是啊。恭喜你，祝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还有就是，谢谢，谢谢你听我在这儿半天废话，谢谢。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再见。你也早点回去吧。拜拜。再见。买单，老板。我妈妈已经不生气了。睡不着，想你了。以后不许老跟我说分手了，好不好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. Please redial later.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车撞了。什么？哟，这人伤着没有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本来我寻昨天早点下班去接小童去兜兜风来，
咱们要车追尾了，现在车在修理厂呢。爹，老板也知道这事儿，就把我给炒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啊，就该听小童的，是不是还赔人钱了？本来要赔的，后来表舅说行就没赔。行，人没事就好，以后啊吃一堑长一智，别再干这种事儿了。哎，姨，那我先去找工作了。阿姨，赵警官，来来来，快进来来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找阿姨说点事儿。阿姨，有这么一个事儿，就是咱们现在街道办工厂正在招聘，您去给小石头报个名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就说所里介绍没问题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不谢不谢。石头，不谢。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昨天晚上不好意思，喝多了，失礼失礼。没事。总想当大的妹妹，赶紧。这谁呀？哦，那是赵晨宇，派出所。你好，赵晨宇。赵警官，我叫冯刚。我这两天老听我姨跟小童说你，我弟这让你费心了啊。不用客气。赵警官给你介绍了一份工作。好好谢谢人家。哎，不用谢阿姨，以后啊人勤快一点，就当是多学点东西了啊。快答应啊你啊！看着迷糊这样，行，再睡会儿去吧。行。这孩子你。行，阿姨呢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所里了。你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给我。好好好，太谢谢你了。再见。那我该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替你送。再见。慢走啊。吃完早饭再走啊。启东，你干啥老跟那眉来眼去的？你跟他熟啊？我妈，我妈跟他更熟。妈，我不吃了，我走了啊。累呀。陈总，您找我啊？陆彤来了，坐坐。我又不是洪水猛兽，不用那么紧张，快坐呀。今天叫你过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公司升你销售主管。我？怎么不愿意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只是我还是个新人，经验也不足。经验在实践中积累，我看中你的。就是你的应变能力和努力，既然公司这么决定了，就相信你的能力，好好做。谢谢陈总，我会努力的。这是你第一份订单，我已经为你联系好了冯处长，你们明天见面谈意向书的签订事宜，拿回去好好看看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谢谢陈总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陈总，那我回去工作了。去吧。别闹！我没有闹。你没闹，你脱我衣服干嘛呀？谁脱你衣服了？你明明……我跟你说，大白天的你别招我啊！你要招我的话，你当心我，你当心我，这不见月亮我就变狼。你看你这，你叫什么呀？你脱我衣服，你叫什么呀？是你脱的，我的。完全不是一个这种纯情少女的表现啊！你这真是……你实在是，实在是，我跟你说不像话啊！你真的不像话是吧？是吗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哎呦！对不起，你干嘛呢？没磕着腿吧？你偷听我们讲话是吗？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是我妈派来监视我的。说吧，我妈给你多少钱？怀月，把钱包给我。我知道你家贫困，这钱你收下，以后不要在我妈面前打小报告了。出来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只要你不在我妈面前瞎说，你就可以拿到双份的工资。小希，钱你拿回去，我不会要的。你不让我说。
一个字儿都不会说。